一起来认识赛下的传说还有竞技。这个竹子的把在吹风口的地方要2年，两年而且要薄薄的，有点泛黄的时候还是割下来。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对，就是大化的时候会先化，这个动物我盖老师跳出来，跳出来，快点，你要去哪里？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其实有很多技艺跟禁忌呢都是必须要遵守的，对，然后这些呢其实也影响我们原住民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遵循着这样子的传统在过日子。没错，对啊，哎，像现在正值是我们阿美族的丰年祭，对对，哎，这边顺便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我们要去不管是任何族群的祭典仪式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遵守我们的传统技艺规范。对，我跟你讲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在做那种原住民歌舞展演的，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他们在要演赛夏族的那个舞歌舞的时候，他们就在玩那个祭仪的道具，不可以，千万不可以，你知道吗？当天这玩的那两个人就受伤，出事了，当天的演出直接中断。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到哪里都要尊重？是不是要听话？很气哇！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保持一个尊敬的心，我们一起来认识赛夏族的传说还有禁忌。伊拉达吉，拜拜。好了，我们今天呢，不要用那么沉重的方式，那个刚刚太严肃了啦，对，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一样保持着尊重的心情来好好的认识赛夏族的文化，所以呢邀请到两位专家，首先欢迎我们的文化顾问达赫子老师。各位感谢要台上拜地丢要三八妈水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朱仁贵，我住苗栗南庄向天福，欢迎。再来是我们的祖语老师吴盖老师，你的什么歌的？雅各是五盖阿道，还有万雅各塞吉拉巴。大家好，我是五盖，我来自新竹县五峰乡。欢迎。我跟你说，我们的那个达赫斯老师，是真正的赛夏族的很严重的文化老师。哇，那我们请对人了，真的，所以我们好多问题好想要问你哈。好，没关系，尽量问。好，第一个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命名方式比较不一样，赛夏族是唯一有姓氏的族群。因为我们赛夏族的姓氏呢，是跟着我们大自然的现象、植物的名称，还有身体器官的。还有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如果比较高的，就是都是姓高的。哎，很奇怪啊，那个姓高的人也特别高。大自然的现象就像风啦，对对对，或是那个他曾经有射过太阳的，姓日的。有，对。还有身体的器官的叫横膈膜的膜。但这个那个姓氏已经很少了。对，但是你知道吗？赛夏族的生活地区周遭也有很多族群。我知道，对啊，有客家族群，然后有泰雅，对对，哇，然后但是呢，群族环绕，他们还是维持他们很不一样的文化，对，很厉害。尤其是一个起源传说叫做杰斯化人。这个杰斯化人是什么意思，老师？其实这应该是讲。在以前洪荒时期有点类似诺亚方舟嘛，刚好这艘船呢栖息在大坝尖山跟小坝尖山之间，因为久了以后呢，希望说我们的族群能够繁衍下去，就有杰斯，就是杰他的妹妹，这边女的就给他杰斯了，杰斯了以后呢，骨头部分呢就变成了这个泰雅族。因为他们比较凶悍另外呢，内脏部分呢，有人是说变成汉人，有人说是阿美族人，那个肉呢，割了以后呢，就摆在池里面，就变成赛夏族，对，这当时呢，人口越来越多了以后呢，他们就要给他们分家嘛，泰雅族他就留在山里面，那阿美族他说要留在台湾的西部地区。他要农耕渔猎，那赛夏族没地方好跑，我们只能到东部去了。相约在第二年的播种季的时候呢，乌鸦叫的时候呢，就要回来。
所以第二年回来的时候的顶礼啊，就是祖先讲了，你们感觉怎么样啊？过得愉快吗？阿美族就开始抗议了，他说我们不会耕种，我还是想说要到东部去打鱼比较好。那塞夏族说我们也不会打鱼，我想还是要回到西部去来种田比较好。那个从此以后就位置对调，就交换了。那泰雅族就继续留在山里面，一直到现在 forever。其实塞夏族在现在来说人口不太多，对，但是呢他们还是维持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制度，就是河边会议的民主制度。老师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河边会议是怎么样子的开会方式呢？其实这个河边会议是应该是说跟巴斯达艾跟矮灵祭这个有关。当初我们是把所有的祭祀呢召集在河边去，因为造势的地方也在河边嘛，那边就大家围个圈圈，那是由各姓氏的意见领袖到现场，所以我们是没有头目制度的，对对对，大家认同的每个家族有一个非常有德高望重的人这个来代表，是，然后延伸到如果是比较跨族群的活动的，我们一定要河边会议，像矮灵祭典一定要矮呀，然后，还有像齐天祭。但是小的也要啊，过去这个两个家族大概如果是发现有问题呢就要到河边去啊，就小型的矮呀，然后就在现场可以提意见，离开现场以后呢大家不要再提了，对，从此又过着幸福愉快的日子。是不是很严重？对，让我知道了，其实塞夏族的文化其实是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而且跟你们阿美族也很大的关系，学起来了。好，所以今天呢两队呢也要来好好的用他们的方式来介绍我们的塞夏族文化。首先呢先欢迎我们的白队进场，欢迎我们的瓦奥伊爸还有狗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黑队，来欢迎我们两位老外，跟我们的达哥，有，好棒，三连拍就是三连拍，欢迎两队，好欢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服装搭配也是黑白。红，对对，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塞夏族的这个三个原色有很大的关系。不盖老师，红色代表什么呢？基本上是属于就是我们人的热忱。那白色呢？白色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做人要有诚挚的心。哎，那黑色我们来问黑队好了，黑色代表什么？黑色就是讲说我们不要黑心，然后遵守我们的禁忌规范准则这样子。我们在那个观念里面很容易会把塞夏族分成南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会以我们自己的部落自称，说我们是来自哪个部落，来自哪个部落，比较不会说我是北边的，我是南边的。会有这样的落差是因为什么缘故？就是现在那个我们的行政区划分，所以才会被分成南边看北边的那种感觉。我们来问一下大家对于自己的姓氏的了解好了，我们先问白队好了。来，我的是姓赵吗？赵跟豆是一家人，我们的族语叫岛岛哇塞，岛岛就是我们塞夏族的花生，所以我们姓氏赵家跟豆家一家人，我们都就是含义就是花生的意思，这样。那我们问一下那个阿高好了，You know 你的姓氏？我是姓东，那东跟风是一家人，所以我们都称为爸爸。爸爸，OK。好，那个我们的娃娃呢？我姓林啊，可是我妈妈是朱家的，然后朱家他的族语的话就叫 Didin。Didin 的意思是什么 ？Didin 的意思是印尼猪的意思。好，来，黑队应该很了解吧？很了解啊，好来，绝对最了解。那从你最了解的，你先讲。我姓根，树根的根，对，因为我们那个塞夏族是子父联名氏名字，对，所以说像我叫达布是我的名字，对，就是我家阿公的嘛，然后爸爸叫达印，然后根的姓氏是格萨曼，但是因为我们根家和潘家钱家是一家人，只要是塞夏族的潘姓钱姓，我们都一家人，所以我们这个家族也要加上萨万。所以因此呢，我的真正的族语名字叫做达布哈达因萨万克萨曼斯。所以刚刚有提到跟潘前是一家人，对，没错，所以不能通婚，不能，绝对不行。哎，这边就想问一下吴干老师，如果在场同时有两个阿外，我们要怎么称呼比？可以看他爸爸的名字，像中间的阿外是阿维亚达因，然后对，达因是他爸爸的名字，
然后我爸爸是一地，然后所以就会称为阿瓦亚一地。哦，所以要把这个爸爸的名字加进去。而且如果还有同名同姓，你再看他的姓氏。哦，所以是要把整个家族的名字全部讲出来。阿瓦亚是姓、也是姓朱，对不对？对，我姓朱。对，就是弟弟，也是弟弟。对，就是一米朱的朱，这个一米朱。OK。好，那个另一个阿瓦亚姓张，张的意思又是什么？就是跟樟树有关，因为我们的塞夏族语樟姓叫 Miragus， 然后樟树叫 Ragus， 对。而且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主播哎。啊，对。来，怎么样，主播？自己播报跟就是在部落跟家人讲话，跟老人家讲话真的很不一样，不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好，我们待会呢就要来看看到底这个两队的主语能力如何。所以呢，我们今天赛夏语的考试范围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传统信仰跟记忆，再来还有情感。好，情感思维怎么抒情，对不对？还有一些禁忌，好，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的考试范围在这边哦。好，那待会就要进行我们的文化知识题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文化知识题，出题范围都与今日主题相关，选项都以母语标注，两队进行抢答，误答队伍会将机会让给对方，直到有队伍答对并获得积分。为得分队伍现场造句，可以领走生活礼包，本关卡胜利队伍可拿下奖金2000元。好，马上进行我们的文化知识题，答对得一分，没有答对呢也可以造句拿礼包哈。是的。好，我们第一题是送分题，都很简单，所以要训练大家按铃的速度好吗？好，准备好了，第一题请出题。请问今天莅临现场的朱仁圭老师，这个朱姓背后的意义为何？请抢答。好，来排队。薏米朱。薏米朱的意思，来，朱宇老师，这样正确吗？正确。答对了。其实它有另外一个那个名称，对不对，老师？薏米珠、鸡米珠、鸡米珠都是，对，它是中文名称。好，没关系，我们的这个黑队呢，我们可以用造句，用自己的名字来造一个句子。啊，我伊玛盖拉吉达的民国林安。老师，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吗？阿外是很漂亮、很美丽、很美丽的女子。可以吗？通过吗？老师，通过，通过。是真的很漂亮啊！有漂亮，有漂亮。来，可以拿，请拿礼包。来，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红色。选择的是这个吗？红色吗？恭喜你获得万物皆有灵，请好好养它吃。很主要。盆栽啦，要啦，要啦。好，那我们再请达克斯老师哈，你刚才有特别提到朱峰，然后还有没有别的特别的塞夏族的姓氏？我们塞夏族姓是在百家姓里面没有的，像蚕丝的丝，丝丝有两种，我们的塞夏族这个丝特别的不一样，穷岭的穷，还有那个喇来，喇来就是那个蚕丝。知了就还有蟹，动物是不是有螃蟹的蟹？它现在是改成解了。那个解，对对对，解答的解，蟹那面蟹。OK，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对对，看暖身题是不是很简单？好，没关系。但我没有抢到，没关系啦。好，我们现在一分了。还有很多题，还有很多题，还有很多题。来，加油，加油。第二题，请出题。阿道回到部落，他对妈妈说：“请教我说塞夏语。”请问下列哪一句话是正确的翻译 ？A. 是哦 ，bus gay gay day do noon。B. 是哦 ，do do re ya kim shabat ga ma li。C. do do re ya kim ga al no shai xie。D.都是押金父母房。好，选项都听清楚了，请抢答。好，来黑队。C。所以你们选择 C。请问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答对了。答对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选项。好，
来，选项的解释呢 ？C 就是请教我说塞夏语。那老师 A 是什么呢 ？A 是你要好好的编织哦。哦，你要好好的编织。那第二个呢 ？B 选项是你教我打球。什么干嘛力是打球哦，了解。那 D 选项呢 ？D 选项。三嘟嘟热亚金父母帮教我画图。来，白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有机会拿这个礼包的哈。请用这个，请教我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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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来造一个句子。我要亚金嘎嘎巴顿唱歌。好，老师这句话是。好，我要我唱歌。但是少了一个教的字，所以就是噔，都没有的。所以要怎么正确的要怎么说呢，老师？乌鸦嘟嘟热亚金马顿。哦，教对对，请教我做什么？来，请念一次。乌鸦嘟嘟热亚金嘎巴马顿。啊，老师正确吗？可以，可以，好了，还是让你们拿礼包啦，就是要学，好吧？马上学起来，马上讲，会了哈。好，选哪一个？蓝、红、粉、紫。蓝色吗？好，恭喜你获得。哎，祭典期间我们要补充一点水分，好不好？水就是水，壶一个啦。对，我们有时候在健身，觉得太热了，事情很累。你要多喝水。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三题，请出题。好的，第三题呢是我们的朗读题。阿道呢开始学习塞夏语，那他今天呢要进行朗读比赛，请帮助他获得朗读冠军。好的，首先邀请我们的黑队来发表我们的文章，请发表。一道大不盖的，我个巴斯塔爱嘎巴多，拉鲁比鲁比哦，辛辛尼比，嘎巴多 ，OK， 阿罗，托马萨比，伊多阿托马兰，嘎比纳多，古穆沙，古沙新的好，伊玛包吉斯吉斯胡奥，我个辛巴多，嘎会，巴丁格拉嘎麦亚。伊万塞沙噶玛卡斯奈奥奥托安安伊伊呀，马阿罗，谢谢，专业，哎，不愧是阿威。八队，请发表文章，请开始。噶玛多多罗，没有什么改的，马安吉尼达，伊马兰吉斯诺沙特，什么嘎嘎巴多尔，马尼古古达爱比诺希尔，比诺伊卡瓦伊斯。噶拍着俺们都晓得，爱打的呢，俺那些话在给谁写？俺都买都买噶阿人，那个伊妈，我噶伊拉噶噶打爱，都莫多罗噶噶巴多，伊尼谁写？马洛，谢谢，谢谢，不要力。哎，两队发表完了之后，我真的瞠目结舌。哇，要我讲台语，我不见得也讲得好。哎呦，流利哦，很厉害！而且两位老师都一直在点头，点头。哇，这个两个孩子讲得很好，讲得很好，这样子很棒，很棒。吴哥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吗？其实他们讲的都很好，在咬字啊什么的。我唯一能够挑剔的，可以让他们分出高下的。大概就是那个断句的输赢，就在这个断句上面。哇，来，我们的那个达斯老师呢？我是觉得他们年纪轻轻的能够讲这么好，真的是不简单。他们讲的头头是道，而且津津有味，准备流口水了。好了，那接下来呢，重要的环节就要交给两位老师来评分了。没错，好，我们先给黑队评分哈，一到五分，两位老师会给几分呢？请评分。五分是满分。五分是满分，两位老师请亮分。好，我们先看达子老师四分，吴盖老师4.91。哇，小数点的小数点。完了完了，现在压力很大了，8.91分。我们来看看白队会获得几分呢？两位老师请评分。到底好好，请亮分。我们看达斯老师4.5分，吴盖老师4.9分。恭喜我们的白队！哇，恭喜！有赢有赢，恭喜白队获得2分了，恭喜恭喜！好，来黑队，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来到前面拿礼包了哈。
我走的有点不开心。不要这样子，不要。粉红色，粉红色，小粉，粉红色，请。恭喜你获得靠山吃山生态永续之环保袋一个。环保很重要，环保很重要，尤其是去部落的时候。对对对，来第四题，请出题。好。阿道呢即将参与两年一度的矮灵祭，那部落的长辈提醒他禁忌事项，以下哪段话是错误的 ？A. I'm back in L. Isa babu de ga bunga rai hima da uleha rai gak rangi an. B. Pasta ai su am tum kau ga sibu imasil iga basang idi kita. C.Rai rapa baba laubau Tumpa pinu bah kakuring Kapasi ayo on ni kukuk ta'ai D Pas ta'ai rai rapa Arumak ma'iyeh Su ukik rinaul Idik usak rawak 好，哪一段的话是错误的呢？请抢答。好，来排队，哪一个话是错误的 ？B， 应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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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B， B 选项是什么意思？阿哥哈萨。好，所以先试试看 B 选项。对，好 ，B 选项正确吗，老师？对，错。错。哎，对，来来来来。A、A 是什么意思呢？告解的时候就是要绑那个，是绑耳朵，对，耳朵，然后不是绷啊，因为绷啊是花，要再绑在手上，然后、哦、或是头。或是东西这样用芒草，哦，绑那个芒草不是绑花，对，是是 OK。好，老师这个选项正确吗？正确，答对了。好，没错哈。A 选项为了要辟邪，要将花朵，其实不是花朵，是什么呢？老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就是 Bastai 的时候，你到祭场。哦，就是你首先一定要去绑芒草，我们叫把尔圣，那个芒草它是一个标记，就是让古古达爱可以看到，哦，这是塞夏，这是朋友，要保佑他，所以人家也会说这有辟邪的作用。了解，好，所以这个环节恭喜黑队获得一分，恭喜。好，白队我们也可以来造句，我们用禁忌这个字，老师我们先教一下禁忌这个字要怎么发音会比较好。一个是比仙，好忌讳，然后一个是祖米药，这两个都是禁忌。对对对、哦、选一个造一个句子。巴斯达爱嘎比仙好玩。好，老师这句话的意思是巴斯达爱有很多的禁忌。通过吗？通过，但是你那个哈巴安可以用阿贵，你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巴斯达爱嘎比仙阿贵。哦，这样子就对了。啊，这样就对了，恭喜。好，很好呢，我马上学。对。金色好。恭喜你获得芒草辟邪，芒果好甜哦，是不是？哎，你选的很刚好耶，芒果，傻傻，清楚。好，那这边呢，我们再问那个我们的那个达赫斯老师好了。那在记忆过程当中，有没有没有礼貌然后而遭惩罚的这样子的故事吗？啊，不是，从小开始参加巴扎爱，几乎每一次巴扎爱就是矮灵祭典的时候呢，都会有被附身。或被抓的那种情节，嗯，而且是很多啊。我就举个一个案例啦，曾经在81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外人呐、啊，他到了我们祭屋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外面咆哮，他说：“你们这个迷信啊，里面没有东西。”他以为是说我们这个灵屋是像庙宇里面一定要有神主牌啊，或者要有什么那个偶像那些的，嗯，因为我们塞夏族是。那个灵魂不灭定律，我们的主灵永远是在我们的四周，对，我们不一定要有这个东西。结果他不讲还好，一讲马上就倒地了啊、嗯！我们给他化解以后呢，就他很高兴的就回家了。哇、哦，诸如此类、哦、每一次都会有。因为这样子，其实刚刚老师特别提说，矮灵祭可能很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现在有慢慢的有开放给外人来参加吗？哎，我们从来没有禁止过啊。嗯、哦，对对对，一向都有开放啊。对，只是说你来了以后呢，你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很多的禁忌篇，这所谓的禁忌，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不好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竞技吧。好，所以现在呢，来到最后一题之前呢，已经是2-2了。哦，同分的状态。2000块到底会奖落谁家呢？第五题，请出题。好，来了。矮灵纪时，塞夏族人会使用屯灵。哎，这个部分塞夏语。下雨乘坐。嘎达邦阿善。请问这个词还有什么样的意涵？好，还有什么样的意涵？ A. 向天祈福之意。B. 制造音效之意。C. 缅怀过去之意。D. 悔恨忏悔之意。四个选项，好，听清楚了，请抢答。哦，啊，来排队。好快。D. D. 悔恨忏悔之意。好，来，老师，这个选项正确吗 ？A 吧。错啊！来，黑队 B B， 好，制造音效之意，老师正确吗？对，答对了。哎呀，可能你想太多了。对对对，好，来，我们请那个朱老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魂灵刚好就在你的旁边。啊，绑阿善嘎，就是说制造音效的一个东西，一个也是等于这种乐器了。这个早期是用竹子的哈，啊，这个竹子的把这。吹风口的地方要两年，而且要薄薄的，嗯，啊，有点泛黄的时候，还是割下来，声音才会雄傲，就会有余音到两三日而不绝那种感觉。哇，对对对对对对，是啊，对对对对，是是是。另外还有一种尖旗也叫月光旗，嗯，啊，就给它给啊，那种是由那个家族啦，姓氏家族啊。像封家做一个，跟家做一个，那些等等的。好，所以呢，恭喜我们的黑队，好拿下一分。来，我们的白队呢，还是可以拿礼包，但是还是要造句子，用我们的魂灵来造句。好，来。大哥还在啊哈，嘎达邦阿善。好，老师这句话的意思是，刚刚他们造的句子是我有一个魂灵，正确。正确。恭喜。来，请拿礼包。剩下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哎，刚好很符合主题，是吗？恭喜你获得臀部保养很重要之翘臀圈。哎，要，先把臀部的肌肉训练起来，摇那个臀铃才会响，对对对，所以运动才会余音绕梁，对。好了，我们第一个环节文化知识题呢，恭喜我们的黑队获得2000元。好了，没关系，后面还有两个单元，还是有机会可以拿奖金的哈。下一个单元，现代雷女传说会谁拿下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商场雷女湾是雷神派驻下凡到人间，教导塞夏族人耕种等生存知识。这个关卡由两队各自扮演预言家，雷女以及塞夏族人分别进行事件翻译与绘画。白队能成功将事件传达给最后一位族人，就能获得关卡奖金2000元。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现代雷女传说了哈。因为在那个塞夏族的传说里面呢，雷女呢是雷神派下来教塞夏族人怎么样生存，还有耕种这样子。嗯，那我们现代的雷女呢，也要呢透过天上的一些预言家来指示，我们平凡人要注意哪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常识。我们也要依照时事，是不是？没错，现代化的。没错，现代化了哈。所以三位呢都已经就位了哈。我们来的朱家的阿外是负责预言。好。好，我们的这个张家的阿外是负责雷女，很漂亮。好，最后呢是我们那个打波，好，要做这个最后的预言，然后要讲出来哈。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好来，我们请我们最后的打波先把那个耳机戴上哈。好，哎，请转下，我先确定一下，米斯，你先讲讲。想当雷女吗？想当雷女吗？想吗？这样。好哦，好，你要给我那个帽子，你给我，我知道啊。OK， 好了，那我们的雷女现代雷女传说计时4分钟开始。哎呦喂啊！哦，是不是很现代？这应该你很熟悉吧？因为有的时候你播报时也会用到这些。哇，词汇对不对？文笔之流畅。对呀，马上哎，马上写起来。正笔疾书就是这样子哎。
好，一分钟过去喽，一分钟了，你 OK 了吗？你还在？现在可以？等一下，等一下，好好，再给你一下下。我也是很好奇我们雷女的画工，对，待会来瞧一瞧。好了吗 ？OK 了哈 ，OK， 好，来，雷女，请转身。哎，阿燕吼，格布里安巴盖盖在西南勒，伊啥？伊啥说西南勒伊嘛恩伊汉安布勒，盖在乌盖。第二，现在个，伊嘛，在现在伊嘛，嗯，伊还在个致癌物，伊在按不乐。可以先画，可以先画，你听到哪些就先画，没关系。对对对。你讲啥？按两分半喽，两分半喽。怎么乐个阿姨嘛？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对，就是大画的时候会先画。不要，好，这个动物按怎么乐？很常出。按怎么乐个阿姨嘛？按怎么乐？按那个哈布什么勒个阿样吗？对，我们有色比吗？我们可以区分一下，用颜色就对了。对，来最后一分钟。你在吗？你看阿布勒。好，又画一个方形了，到底那是什么呢？那个东西是放。有，哎，有像有像。可是我看得出来耶。哎，我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我说你看不出来。安包沙，安包沙，那个啥个？最后三十秒。那个。那伊又搞不歪，我改来嘛，伊嘛。哈哈哈！哈哈！维他命 C 搞不歪。十、九、八、七、六、五、四。我们把那个维他命 C。一，好，时间到。好，来，来，四分钟。好，我们要让我们的那个塞夏族人来了解这个我们的预言家到底要透过雷女传达什么事情。来。来，啊，哦，先放两个八拍，五六七八，一二三，好了，来，这是刚才那个预言家透过雷女哈来传达给塞夏族人的一个知识，请告诉我们他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嗯，而且这个猪啊，每一集都会出现，只要有画图，一定有猪嘛，有火，有图文。嗯，这个是整张图是什么 ？OC， 好 ，OC， 我怀疑这个应该是窗户。窗户怎么样？窗户怎么了？我从窗户看到了猪，又看到了火，所以雷女要我，拿着汽油桶生火的时候，顺便去抓这只山猪啊。但好像不是哈，好，没关系，我们来听听看雷女哈，是什么？对她这幅世界名画的这个描述哈，来，雷女，你听到了什么字呢？听到了什么？就是猪肉嘛，因为我刚画，我不会画肉嘛，然后就画了一个猪，对，然后那个肉呢，就是拿来烤，然后那烤到烧焦黑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吃，要丢掉，然后它里面的那个。什么维他命 C 哦，然后什么放是什么那个要放进去，然后就什么那个肉就很好这样。哦，接近哦，接近哦。那这个是什么？对。丢下去不要的，不要的，是不要的啦，不是汽油桶啦，误会了，误会了，汽油桶。好了，我们谢谢黑队哈，好来白队请就位。好，刚才呢，雷女提醒我们烤肉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吃到这个烤焦的，以免致癌。对，那接下来预言家要告诉雷女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哈，来就位了哈，好来耳机请戴上。好，我来确定一下。戴好，我们先戴好。对，好，不好意思，我们的雷女，请我们的左边转身，转身，是不能偷看，回避一下，回避一下，可以吗？可以吗 ？OK 吗？我听不到。You know what it's like。要 ，OK， 好，确定，确定。好了，我们的预言家要传达什么样子的资讯给雷女，还有我们的塞夏族人呢？四分钟计时开始。好。哇哦、wow, 这个也很重要、好，前几天单子竞赛对有单子竞赛有出道，对不对？快点，快想起来了，一分二十秒咯，搞不好他会念，但 还是你要试着把他念一下，念好，两分钟啦，要不要先跟雷女说？你说刚刚可以吗？对好了吗？好，来 ，OK， 来，雷女请转身，要。
一棒，是不是太紧张了哈？很紧张。好好，没关系，因为你们都是那个国中生、高中生。对，我们不要忘记人家才是国中生。国中生，而且他前几天有参加单字竞赛。他说一直是想不起来，可能气氛太紧张。没关系，我们待会特许让那个吴盖老师来讲一分钟，好。把那个翻译讲给这个雷女听，然后雷女要马上画下来，就一分钟的时间哦， 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要请吴盖老师跳出来，跳出来，有这样跳，终于有跳，有跳，有跳，来来来，有一点像雷女下凡，雷女下凡，自己 cue 自己是雷女，来来来来，老师计时一分钟开始。Semoga kepapamaan isasu tumubiwa ila umural idikasrai mandan insyaallah elabka hinuhas isasu badaan haidakabiwa tumubiwa rai kepapamaan ma idikikut isa hingha sedga kepapamaan kita ke kepapamaan kaidah num putih ke biwa可以慢慢先画起来。好，老师刚才大概讲解到哪一些单字哦，是你会的，我们就先来先作画，看得懂吗？有，我看得懂，看得懂。独木比瓦，独木比瓦，比瓦，什么嘎嘎爸爸妈按？三十秒了呢，快点！我记得那个天空怎么样？天空怎样了？等一下，后面好像是什么好天气吗？十五秒，先画个太阳了。好，然后呢？再来是什么？有道路，应该有道路。十。对，听到的单字我们就画出来。六，哎，对，没错，没错。四、三、二、一，好，时间到。OK， 好，谢谢吴盖老师。谢谢老师，请跳回去吗？有点难。美女，请回座。跳进去。来，一半，一分钟定。好，没关系，我们来看看最后那个朋友有没有办法读到雷女的心意。好，来，请看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雷女要传达什么样子的讯息呢？要告诉你什么事情，把它串成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开车吗？然后现在原本那个是出太阳，然后可是等一下下雨了。对，所以呢？所以他要叫我们赶快回家。对，好， okay，来来来，好，我们来问一下雷女，刚才听到那个大雷女，我走了，告诉你什么样的讯息呢？我知道了，偶绕还是什么？可能好，没关系，样板给你们看好了。好，来，车子行驶遇到大雷雨的时候，千万不要下车走动，先关车窗再收天线。感觉有雷电打在车上的时候，也不用惊慌，因为车子本身就有避雷的效果。有，一定是以前就有避雷这个单字。你们是雷女，要搞不好就打雷这个字。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好，没关系，我们谢谢白队。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要来请两位老师伤脑筋了，到底要评分给谁呢？好了，两位老师呢都已经想好了，也评好分了。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学这两段话很重要的一些单字。好，我们请吴盖老师来，先第一个。我们第一组的这个烤肉的事情，其实重点是什么呢？跟阿亚们刚刚有讲到，最主要是彻底要一定要烤熟吧，对，对，然后伊玛西阿豆烧焦的部分，不论阿尼要丢掉，该这个致癌物也可以不需要，你一定得讲致癌物，该它有几白哦，还个把上哈，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柠檬，柠檬，哦，柠檬，它我们有一个水果的老扇，它是可以用来做那个柠檬的哈，就是柠檬汁那个老肉，用水这样子。好，了解了，谢谢老师。第二段文字呢？接下来这一题对国中生真的是有一点困难，这样子。好，这里面的重点哈，我们讲那个什么嘎嘎爸爸妈按开车哈，然后如果遇到就是嘟咪哇打雷了，乌染哎，他有听到那个啊乌染的字哈，然后一定要来满然，不要下车走动。好，该是来下车，然后
Alab ga Hinuhas 关窗 Alab 哎，我们有 Hinuhas 就是然后数那个就是 Dumubiwa 就是弄到车子上面的时候嘛，不用 Idikut 我有讲到 Idikut 不要害怕，对，然后这个车子本身就有避雷的做效果，那个避雷其实在主语里面也是不太好讲的，那个就要用形容了，对，这样形容。好，我们谢谢这个吴哥老师这个为我们单字解释哈。好，接下来就是评分的环节咯，好，交给两位老师，我们先评我们的黑队，刚才黑队先发嘛，好，一到五分，老师请亮分。好，我们达斯老师4.3分，吴哥老师是3.5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白队了哈。好，来，请亮分。来，请好，我们的达斯老师4.0分，好，我们的吴哥老师2.5分。好，所以这个环节恭喜我们的黑队，来获得2000元。行，那这个环节是什么环节？是我最喜欢的环节，惊心动魄的单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第三关组语接力赛，两队共6人穿插排列，以接龙的方式答出与主题有关单字，并把气球往下传，气球在哪队手上爆破就算10分。单字错误时，组语老师会吹哨，如果逻辑怪异也会吹哨哦，直到正确才能往下传，怕气球的要小心咯。到了我最喜欢的单元，我觉得每一次这个单元都会止不住你的笑意，因为我觉得我好快乐。 你喜欢看大家惊慌失控的脸，对，但是我会喜欢看到大家在惊慌失控的状态下讲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单字。那我们再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我们的中文跟主语一定都要讲清楚，对，好，所以呢两位老师，如果你们有发现这个逻辑不对的地方，不符合提议的地方，就直接哨子吹下去。好，那因为呢刚才都是我们的黑队优先，对对对，所以呢等一下那个答题权我们先从白队开始好了，好好好，所以从另外一边那边开始，好好好，状况一是什么，请出题。在记忆的过程中呢不能做的事情有哪些，我们先想一下，对对对，给大家思考的空间啊，我等一下在你们旁边听，记得大声的讲哦，不可以重复哦，来你先抱着，也太可怕，抱着两边，因为你是第一个一定马上把他们想讲的全部讲走就对了，如果他们讲完我就没有了，那要等他们传回来才有办法嘛，对不对？好不好？准备好了，好啦，祭典当中禁忌的事情有哪些呢？请接龙。一零八二二不能吵架，好，不能吵架。一零二二跟姑姑林不能骂小孩。一零零八跟龙龙岸不要不能去河边。一零八一不要反悔。等一下，大家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清楚，不要反悔，不要反悔，不要反悔。好，好，可以。等一下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怎么样？不能做什么事情呢？不可以，不可以，不能。伊丽嘎乌林是什么？是什么？中文是什么？不可以打架。好，一定，没错，不可以。计算好的，故意的。哎，我故意拖。一题，恭喜我们的白队获得1分。那我们刚才那个暖身题应该还好了，这一题第二题很简单，所以我们要换另外一个气球，我先拿气球进来，好，来，因为你想到的单字可能会很多，对，来了来了来了，状况二是什么呢？请出题。好，状况二呢是一个重复前面单字的一个比赛哦，好，赛下组的姓氏来自于大自然，好，动物、植物等等，请举出任何动植物的单字。比方说我们来做个示范好了，怎么样重复上一个花 flower， 那我就是花 flower 树 tree， 好，下一个叫花 flower 树 tree 叫 grass， 就是要延续前面的人讲的，好了，准备好了，好，来，会出现哪些动植物的名称呢？请接龙。我们先聊天一下哈，树根，马来风。好，
来 ，deep deep wound。没，你要先从第一个讲。好。got 阿们树，蛤蟆树根，然后风，白风，然后。对，提问一米猪。好，这叫什么 ？Got a man， 树根，树根，然后爸爸一封，然后弟弟运，弟弟运，弟弟弟弟问，猪一米猪，一米猪，然后倒倒花生。好 ，Got a man 根封爸爸，弟弟问猪。花生，花生，花生，倒掉，你拿个章。啊，樟树，那个米拉根根，然后树根，然后爸爸一封，然后还说一米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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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花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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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达到，达到，然后什么东西？樟树，樟树，樟树，米拉，米拉根，好你好，穷穷，那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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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猪，好，来，姐，你要去哪里？山猪，我要去。哦，刚才是卡在那个黑队嘛，哈，所以呢，第三个单元恭喜白队获胜。好，老师来跟他们讲，刚才他们讲错哪几个字？有一个就是讲到 miragus， miragus 的时候，他说是根，对，那 miragus 是章。最后那个那个王后说山猪，瓦利山。瓦利山，瓦利山。所以呢，恭喜哈，这个环节就是白队获胜啦。恭喜！那马上进行我们的颁奖典礼。好了，接下来进行我们最后的颁奖典礼了。好，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分享一下今天两队的表现如何。我们先请我们的那个达克斯老师，黑一队哈，黑三队，他们黑三队，黑三队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嗯，哎，你们呢，只是在这个文化还有足语呢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已经走到一半了。哦，你们还有未来，还有非常长远的路途。未来的明星队哈，未来的明星队很有前瞻性啊！你们只是才开始上车啊！你们以后我们省下的希望呢，都要靠你们了啊！我也希望说你们学习这个文化或者足语呢，省下的弟弟们每天弄一嘟一嘟的，弄一粒一粒的啊，累积下来以后呢，就变成一串非常珍贵的啊弟弟们的项链啊，来装饰，来点缀我们省下的文化。嗯，谢谢。哦，谢谢老师的鼓励，真的每天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就是很漂亮的项链了。嗯，对。好，我们的那个吴盖老师呢，非常要感谢就是年轻人的参与哦，特别是白队的国高中生的小朋友，他们敢于这样参加。我一看他们两队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个实力有点悬殊。不过很棒，我觉得在这么有趣的活动进行当中，可以就是提升自己的对足语，最主要还是大家要学足语啦。对，没错，对，他讲得很好。对，这个勇于挑战，勇于参加，这是第一步。嗯，对，然后这个车慢慢的开，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大家就一起来学习。好，来进行我们的颁奖，首先颁给我们的白队2000元，来由老师颁奖。恭喜哇，老师，哎呦呦，要握手的，要要要，哎呦，来2000元，来，恭喜，好，谢谢老师，好，来黑队4000元，恭喜，恭喜，来，都一样哎。老师不好意思，这样发给他们哈。你们时间不大，对。啊，谢谢，来你也要一起，对，好，谢谢。好了，今天我们学的是赛下语，下一次我们要学什么样的语言呢？准备好你的主语字典，盖世英雄，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泰鲁格族的分布，还有地理介绍。再来参与一下，看看能不能血死我们对面的卫冕队。为了我们泰鲁格族，特别去做了一个这个对这个大波啊，看一下，有个出问题啊。等一下，我发现这集效果都是他们在做。来，恭喜你获得福地提升，所有赚粉丝。五，你看我第一波班级内裤，这个是什么？工作鞋，西亚水，雷本。